好，进入到五六月股东会的旺季了，上市上柜公司的财报也纷纷的出炉。根据了董事会配股配息的公告，因为呢配息趋势大增，因此大老板们哇，今年呢是可以领到的现金非常的可观。像是呢广达董事长林百里，在今年呢是可以领到18.39亿元，第一名。另外，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也有11.68亿元入袋，第三名呢是股王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，有9.6亿元。那么前三名，哇，看起来都是电子股的天下。